我们老二的体重呢是4350克。啊，刚刚出生时，我们的老大的体重是100。啊，一个头。在我的右手边那边，右手边那一只就是老大，然后左手边这个是弟弟。我记得。我又。变化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但是我老二呢，他活泼淘气，对于新环境他是比较敏感的。啊，爆的。好，那刚刚呢我介绍我们两个，这个现在是大概2个多月哈，还不到3个月，那现在还没有名字哦。那你们想不想给他们名，为我们的熊猫双胞胎起一个你喜欢的名字？大家可以。好，那刚刚呢我介绍我们两个这个知道了，知道，看看，看看好小啊，这好有用。都搂出来了。一个一个搂。是原来那个还是？还是新来的，郭哥出来了。